表情超级开心，九名啦啦队员大跳台湾舞，其中十一号啦啦队员更是用上围撑住市长的头，郑文灿则是一脸享受，高举双手，网友纷纷留言直呼我也要当市长，老婆不会生气吗？更有人开玩笑喊要罢免郑文灿。男性本色，没有一个男生那个时候被抬起来当下还会想着老婆的。市长那个体重的话，抬起来应该要花很多力气吧。原来23号职棒乐天主场首战，7局下落后追到只差3分，乐天啦啦队一时兴起，9名辣妹抬起市长庆祝。事后队员也纷纷发文，背后11号的陈毅一人撑起他的肩膀，他说我在后面努力扛，还附上他表情相当痛苦的照片。队长兰兰还说是他抬过最重的，后面赶紧解释是身份地位重啦。他们抬得起来就代表不太重。现在有超过80吗？没有。郑文灿说他80啊，你信吗？连重量级同党同事都不相信，网友更起哄应该帮啦啦队加薪。不过热闹抬棺舞毕竟是送葬习俗，郑市长都还活蹦乱跳，就这样抬，安内干后。记者刘志展、蔡宇山桃园采访报道。